你好，很高兴参加这次的试镜，我会尽全力表现的。好，现在请你演一只鸡。好，现在请你演一个声乐家。我说了没？很好，演得不错。最后，请你演一个天气很热，想解决脸部出油烦恼的人。太阳好大，脸部出油怎么办？不好意思，可以跟你借一下洗油面子吗？哇，脸真的没有油了耶！我觉得你不错，但是，对不起导演，那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会尽力表现。最后一次。太阳好大，脸上都是油，怎么办？啊，对了，快使用 Black Monster 清爽控油喷雾。点油都没有哎，拿来借我用一下。这反应，你刚刚应该不是演出来的吧？不是，是真的一点油都没有。不过你演得不错，看得我也想用了。谢谢导演。你这个叫什么名字 ？Black Monster 清爽控油喷雾。可以帮我也买一个吗？好。